欢迎请继续收看南投新闻。五日节就要来到了，草竹镇客家协会十九号特别伫中原里保良宫举办了举办庆祝活动。除了少年一辈来学怎样包粽、了解五日节的传统风俗以外，协会阁结合了公益，将好食肉粽送到弱势民众厝内，做为了感受过节的气氛。可以吧？可以哈。啊，插好的鸭以及米摊好食了后，大家坐伫庙内广场。听到志工的教导，为何啊安怎拗开始，还是安怎包包粽，都是参加贵宾来体验。一定囡仔嘛，才有挑战的精神；学着大人，才有本事做会包包粽。第一次包粽子，觉得还蛮困难，但还蛮好玩。就是要抓，然后要绑，然后就是很多地方不能用搓把就坏掉了。说是老中青通通到场，那老一辈的啦，他们凭借着过去绑粽子非常丰富的经验呢，那可以把它交给小朋友给传承下去。草屯镇客家协会选择伫中原里的旗民庙庆祝将要到的五日节，唔拉做传统风俗传承的工作，佮发挥着关怀精神。把现包切好的肉粽，在里长的带领之下，分别来送给二十多岁弱势民众。肉粽没有你吃啊？哦，哎，系啊。义民也保中公这个作为呢，就是弱势团体呢，因为既然要绑粽子呢，我们就多包一些，然后呢就送给这个周围的弱势团体、弱势的家庭来分享，让他们在端午节的前夕也能够吃到客家具有客家风味的这个粽子哈，让大家来体验。活动的现场也真侪精彩演出，予大家会使看到客家乡亲为文化传承所做的努力。这款结合着艺文甲工业五日节庆祝活动是真有意义。记者林欣，曹报道。